全球累计下载量超过2000万次的人气正统策略国战手游《正统三国》，今天在台北101举办了玩家见面会，不只邀请了所有玩家到现场同乐，还公布了许多游戏系统更新内容、游戏近况，还有未来发展方向。现在就跟着电玩宅苏佩一起到现场看看吧。大型策略国战手游《正统三国》，为感谢回馈玩家这两年来的支持，近日在台北101举办了盛大的玩家见面会。现场不但找来了多位 coser 打扮成三国美人，陪主公们体验 AR 实境，官方也准备了一系列的特别活动与玩家相互同乐。首先即是台湾女子跨界国乐无双乐团所带来的精彩开场，震撼的国乐曲风及三国剧情舞蹈表演，使玩家们仿佛置身于三国的战乱之中。制作人也回顾了这两年的游戏大事迹，并宣布游戏未来的走向。主厨更精心制作了像是桃园三结义、草船借箭、火烧连环船等三国典故名菜，供到场玩家享用。玩家除了大饱口福之外，官方也安排草船借箭互动游戏，让玩家使出浑身解数 PK 拿奖。在现场更抽出纯金打造的魏、蜀、吴三国戒指与国际机票等大奖，让玩家满载而归。除此之外，更邀请了国民女神李玉芬来到现场压轴演唱，绝美造型搭配冷冽气质，让全场观众目不转睛。最后，游戏制作人更是加码送出3只热腾腾的 iPhone X， 希望给忠实玩家满满的回忆，并继续支持正统三国。